据外电报道，国外有人接受植牙后持续近50年，植牙还是健康没松脱。医师表示，以 O-on-4 全口塑定植牙为例，只要一洁牙方式正确，二少吃坚硬食物，三定期回诊，四多注意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植牙就可以屹立不摇。我们需要的工具呢，第一个是牙间刷。那这个牙间刷呢，是最主要是清洁我们这个植体的左边跟右边的部分。那再过来呢，我们需要用到的是单数牙刷。这个单数牙刷呢，最主要呢是要放入我们这个假牙的这个跟牙龈中间的这个缝，这个内面的部分，去把假牙的这个内面的地方整个就是把它清洁干净。那最后呢，才是我们自己的一般的牙刷。这个牙刷呢，是最主要是清洁假牙的表面的部分。医师解释 O-on-4 全口塑定植牙主要是使用四根植体固定，患者不需要特别补骨，与其他手术相比相对较为省时。不过由于手术方式较精密，就得更注重清洁保养。因为 O-on-4 的这个上面的假牙是一体的，所以我们最重要呢要注意的地方是这个假牙的内面跟牙龈相交的这个范围，就是最主要要清洁假牙的这个和牙龈交接的这个内面上。那因为我们有四支人工牙根，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要清洁这四支人工牙根的外面、里面跟左边、右边的部分。爱唱歌的苏先生过去做传统植牙，因牙缝过小清洁不易，最后产生牙周病，植牙松脱掉落。去年四月发现我的牙齿不是传统的植牙后面脱落，但是造成我很大的困扰，仅仅到那骨底，那说话啦什么吃东西造成都很不方便。你是一边没嘴齿啊，你边啊唱歌在闹哄闹哄啊。苏先生后来接受 O-on-4 全口塑定植牙之后，他每天花十几二十分钟刷牙清洁牙齿，且定期回诊请假保养。现在的他终于可以再度尝美食，高歌欢唱，享受美好人生。